哎，冲啊！哎，到了，到了，6611呀！中雪山，我们到了！哦，中雪山，谢谢，按个赞，到了，对，记得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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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哎，我们得用了，哎，到了，哎，得用，得用，加油，嘿，呼，我，呼，哎，好，终于完成我们这趟雪山西人最后一座百岳，就是中雪山，哎，加油，哎，啊，恭喜大家，也谢谢大家，嗯，不容易啊。今天等于是我们走了第9天了、啊，然后才到中雪山，那也终于把它完成了了、哦、嗯，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的人，哎，谢谢啊，不容易。那待会呢，大家一定要讲一段话，讲一句话，好不好？哦，哇，终于到了中雪山了、啊，兴奋的跳起来了，转个一圈，哇，有建筑，还有大树，但是还可以从那个洞看到风景。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兄弟们有没有？有。你要不要报演员训练班啊？有有有有有有啊！终于爬上这个中雪山了，哎，它有这段陡坡，比那个枯坡还要陡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中雪山啊！咦，炸了！今天怎么样？有一点微酸，因为天气不好。微酸啊！哎，脚有一点微酸。哦、谢谢你啊！好，最近有气象的指标。好，来到这个中雪山，啊，非常感谢神，也感谢这个节目，还感谢老板，感谢所有的兄弟，啊，当然这个精神来自于大家一致的啊心情，啊，来到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到啊这个山里面真的有大自然的味道哦。因为说了耶，要不要跳个泰雅的舞蹈啊？泰雅的舞蹈，因为说了，因为说了，因为说了，说了说了，说说说，大干了，大干了，我们一起做，一起做。哎，真的很高兴，哎，又来了中雪山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真的是高兴高兴，真的希望大家还是永远要努力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动算，动算动算。这次来了第2次了，以前的那个路吼，真的是以前四大天王开的路，真的是很完整。我们祖祖孙孙可以来到这个中雪山，真的很高兴。呼呼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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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士，马子巴士，大马一号吧。大马都马大海马西飞。이미다두시니고미哎，来到最后一座，一座山，中雪山，非常的感动，也感谢，大家。虽然说这几天的行程，有欢笑，也有口头上的摩擦，我们都是。兄弟啊，彼此原谅啊，还感谢 MIT， 我还是要用 MIT 的欢呼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嘟斯嘟斯嘟斯，谢谢，好，好，阿进，自从走了中央山脉大众走以后，第一次来走这个雪山西岭哦，真的蛮感动的。首先呢，要感谢我们的麦哥 MIT 台湾志。还要感谢上帝保佑我们这个平安了、啊。明天要回家了，今天还是不要先庆祝啊。明天回家以后好好的庆祝啊。
不要玩过头了。那、再来就是感谢我们 这几个兄弟、尤其我们不能开力不安的兄弟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啊。还再来就是感谢的是我太太在家里很辛苦的帮我们备菜，还有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团工作他一手包办，非常感谢我的老婆了、感谢各位兄弟，感谢。那我们一起来谢谢文局大嫂好不好，来一二三，谢谢文局大嫂。了解意思吗？有转面杀、谢谢谢谢老少都杀都杀。好好，那还有我们的猎人，猎人辛苦了、这个雪山西陵已经走了第八次了，第一次上了这个中雪山了、真的、真的第一次上来、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台湾志 MIT 啊、谢谢、首先我还是先感谢我的家人支持我爬山，还有我的老婆彩云在家里辛苦的照顾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，还有顺便他也是在上班了、真的他也是很辛苦了、那还有感谢这几天这几个兄弟的配合，尤其是大光少说话做动做动作就好了、真的很感动了，因为我第一次走雪山那么多兄弟这样陪，不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人，所以这一次跟这么多的兄弟在这边真的很开心又很感动也有欢乐了、那就这样而已了、还是很感动，谢谢。太太叫什么名字啊？宋彩云啊，彩云啊，那我们一起说谢谢彩云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彩云。都糟了，走杀，走杀，杀小。真的要谢谢大家了哈，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家人太太啊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谢谢了哈。那这一趟非常谢谢所有参与的人员啊，高山向导还有很辛苦的摄影工作的团队，大家很团结的合作才能完成这个雪山西人的纵走了哈。当然我们还没有完成，明天一定要平安的走出去了。那这一趟的话收获真的很大哦，对，从七卡开始369到黑森林啊、因为这时候正是台湾的夏天啊，但是在台湾的高山才是春天的开始、那这趟行程我们看到真的很丰富的生态，很多的奇花古树、看到圆柏啊、铁山很漂亮，那也记录到很丰富的生态、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山椒鱼，对，微笑山椒鱼，那个还有古迹，还有古迹，古迹，还有那个雪山西人也很特别啊，它不止生态丰富，景观非常好看，它很多人文史迹啊。那我们首先记录到奇骏山的石头屋，未发现，应该算第一次记录到吧？未发现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很丰富了，那也可以提供给这个国家公园啊、学术单位去做研究。总之啊，要谢谢台湾这块土地，还有帮助我们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掌声杀啦，杀到底啦，杀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好，真正来咯，真正来咯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向中雪山环，一二三 ，MIT 台湾志中雪山成功。杀啦！杀！杀了你！雪山西棱一路走来，中雪山山头上向导倒得最整齐，登顶感言个个都精彩，小黑宝也乐得露脸。行程还没结束，已经有一股即将收工的欢乐气息。这里是泰雅族的传统领域，唯一的泰雅族人大光这一路表现亮眼，最后的欢呼也是由他领衔主导。
据说要用泰雅族语，没想到 MIT 台湾制钟雪山成功，从大光嘴里说出来完全就是国语，他辩称这是泰雅族的外来语，大家傻眼之余也只好由着他戏耍。登顶的英雄好汉当中，小白正蓄势待发，准备好好表现。这里是钟雪山，小白小白升空，在雪山西棱最后一颗百岳山头，视野不算好，但群峰连绵，云雾之外，文明近在咫尺，家也越来越近了，大家泛起成功归来的喜悦。其实我们还有长长的林道要踢，在此之前还要到登山界前辈林文安的纪念碑前致意，有这位先行者才有台湾百岳，我们也才能在奋力登上山头之后呼喊成功。